很多人熬的羊肉汤是又浓又腻，而且肉还不香。那么如何才能够做出一款既汤色清澈这一步是保障汤色跟汤汁的核心关键。浸泡过程当中尽量更换两次清水，这样呢，浸泡出来的血水就不会回填到肉质当中，从而让浸泡过后的肉质变得更加干净。下一步再来配一组香料配方，准备白胡椒5克、茴香5克、香茶3克、白蔻3克、山奈2克。那么这组香料配方主要是起到一个辅助去膻、去腥以及扶正羊肉原香的作用。当然，如果您采用的是高品质的草原羊跟高原羊，那么这一步完全可以忽略不看。然后再倒入没过香料的开水，盖上盖子密封泡发15分钟，如此的降解掉香料当中的微微苦涩味跟药味。浸泡好了过后，过滤掉水分，并且用清水淘洗干净。使用的香料还有一个讲究，就是不能有染色跟脱色，否则会严重影响成品汤色，所以香料一定不能乱用。再加入大葱2根，排骨的老姜1块，爆炸起来过后，香料包准备就绪，然后在汤锅当中加入清水，再加入浸泡好的羊骨以及羊肉，先用大火烧开，烧开过后打掉煮出来的浮沫，一直炒蛋一直打，直到完全煮不出浮沫为止。这一步也是保障成品汤色跟汤汁的又一关键。重点来了，将羊肉炒透过后迅速捞出，这样就能够避免只是寡淡的汤料大量的吸走羊肉的清香，从而遇到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汤鲜但肉不香。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先让羊骨的清香填满汤料，再加入准备好的香料包。关键点又来了，用小火进行熬制2到3个小时。小火熬制能够防止温度过高让食材导致过度的产生乳化反应，但却又能够充分的吸收食材的鲜香。这一步就是保障汤色清澈但一步却是鲜香的核心关键步骤。熬制时间到了过后，汤料已经吸饱了羊骨的鲜香，此时再放入上一步骤取出的羊肉，此时高汤的鲜香味浓度足够高，就不会带走羊肉的鲜香。羊肉当中接着再加入精炼过的羊油1块，有了羊油的加持，羊肉的原香会更浓，而且羊汤跟羊肉的口感也会变得更润。接着持续用小火加持个50分钟，从而让羊肉达到软嫩适中的口感。煮制时间到了过后，将羊肉取出，放置自然冷却过后再进行切片。这样冷却胶质凝固过后，切出来不容易散，成型效果会更好。再用漏勺打捞掉汤中的残渣，那么一锅汤色清澈但却又鲜香味浓郁的羊肉汤熬制完成。然后配一款干香蘸料，准备少许的干辣椒粉、花椒粉1勺，味精半勺，将其拌匀即可。再将冷却好的羊肉取出进行改刀，切成大小厚薄适中的小块即可。这样的羊肉完整的保留了鲜香以及汁水。再来简单的打一个碗底调料，只需要加入1勺盐、1勺胡椒粉，不喜欢的朋友可以不加。再加入切好的羊肉，淋上早已等候多时的滚烫羊肉汤，最后放上少许香菜点缀。那么一道汤色清澈不腻口但却又不缺失鲜香的羊肉汤正式制作完成。所以如果此时都还没有转发收藏起来的朋友，那您一定得抓紧赶快最后喝上一口羊汤，再蘸上一块羊肉，那么这小香味就一个字形容，上头。